少林武术博取众家之所长，礼佛寻道，择之，信之。以少林武术为本，日复一日练就扎实基本功，用时间读懂中华武术的尚武精神，以自由搏击为型，一拳一腿擂台一展英雄气概，用实战见证生命的力量与信仰。在传统武术与自由搏击的往复回流中，流水行云自在，运行无碍，胸怀少林文化，拳中有禅，禅武不二。习武以强体修身，以明心见性。